现在在新城火车站要搭接驳车到泰鲁阁的起点，这边就很多人。接驳车没多久就到会场，现在我们要走到西屋区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前面就是起跑点。对，就是泰鲁阁的起跑点。请大家赶快要动作快。各位，你的行李还有人背吗？下来的人很多，这是泰鲁阁国家游客中心，它第五区在这边。我要先第五。要先第五，等一下过去起跑点。现在这个桥上面都是人。长春城，炼钢过四 K。进入
饭店到了，最后两天快到终点了。好，跑完了，接下来不过后面越来越热，不然大概后面比较陡，就上上下下下来比较好，不过要好多。完善的奖牌，逛花莲的夜市，我们来吃个溜花妹。很多美食可以吃，这是一家烤肉，还不到河畔盐场。下次这个古化的包心粉。五化的包心粉丝。